绷带螺旋反折包扎法，先用无菌敷料覆盖在伤口上，握住绷带卷心朝外，用绷带一端斜向压住敷料，水平缠绕一圈后，将预留绷带一角内折，在第二圈缠绕时压住边角，然后由上而下包扎肢体，每绕一圈反折一次，反折时按住绷带上方正中央，用另一只手将绷带向上反折，再向后绕并拉紧，反折处应尽量避开伤口，缠绕时每次重叠部分应为整体宽度的三分之二，剩余三分之一露出，最后在手臂上缠绕两圈，拉起肢体外侧的绷带一角，将剩余绷带塞入或者剪断用胶布固定，并检查血液循环情况。绷带螺旋反折包扎法可用于四肢粗细不均匀的部位，包扎前伤口周围皮肤太脏并杂有泥土时，应先用清水清洗，如有条件再用 75% 的医用酒精由内向外消毒伤口周围皮肤，如使用碘酒消毒则必须再用酒精擦去，这种脱碘方法是为了避免碘酒灼伤皮肤，应注意这些消毒剂刺激性较强，只适用于伤口周围的皮肤，而伤口则要用棉球蘸生理盐水轻轻擦洗。